好的，那这个是好好来问一下这妇女党哦。那我想问一下夏克立先生，对，因为我现在不是你老婆，我现在是一个主持人，我现在也不是你妈，我现在是一个主持人，而且是漂亮的主持人，所以呢，想问，还好吧？哎呦，还好不是我讲的，厉害快，太快。OK， 妈咪罩得住。OK， 好。其实童言无忌哦，这个他就是希望大家开心跟笑而已，就其实跟我有点像哦。好，开玩笑的。他开玩笑。对对对。Papi， 你觉得姐姐长得漂亮吗？你不是姐姐啊。那我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妈妈。OK， 那今天妈妈漂亮吗？还可以，也漂亮。OK， 好，像这样的问题就不要再追究下去了。想问一下那个夏克立哦，就是你参加，对，我今天美吗？啊，你好美，对，你好美。我比较怕他了。每次的旅行，你有觉得很开心？妈妈不在吗？还好。那你有很难过妈妈不在吗？哈，那你有想还那么多照啊？哈，不是，因为你突然做一个脸，他们就会一直拍。那你如果什么脸都不做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拍。你就是没有表情，你看。OK， 再看一次，做一个很夸张的脸。OK， 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，其实。大家对于就是夏克立教，你等一下，我问爸爸问题了哈。如果要交换爸爸，交换有一天就是有另外一个爸爸要来当你爸爸，你想选哪一个？我想学爸爸。嗯？我想学他。你想学你爸爸是不是？可是你现在爸爸被别人选走了，那你剩下。就像剩下萱萱爸爸，还有我还是想要选他。哦，要不在，你要选另外一个爸爸。对，现在那我就去他们的家住。你嘞？你如果是你这么多小孩子选择，你是如果说真的可以交换的话，你想交换谁？你来选一下好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当然我也会选夏天，可是不能选夏天的话，对。我会选你，还可以选我，那你就去我去的那个地方。我当然会选你，可是你已经被选走，你不见了，要选另外一个。啊、我还是选你。谢谢。选你。请那个跟大家来讲一下，因为那时候他的发作是在加拿大，那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，之前就已经有一点不太舒服，然后到加拿大，我们那时候要回台北的时候，然后他就突然在机场没有办法走路，然后我们就很紧张，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没办法走路，然后他说他就没办法走，他就已经非常的痛。然后我们那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在机场，就是真的就推轮椅，就是他没办法走，所以机场人员就推他轮椅，然后就直接送上飞机，然后我们就飞回来。那回到家的时候，因为他还有一些工作要做，广州，他那时候还要去广州，然后要做很多的工作，然后没有办法马上去看医生。可是他那时候飞到广州的时候就，先去看了一个医生，然后因为已经痛到受不了，所以他去探推麻麻的，没办法，没有感觉，然后去看一个医生。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讲说，你这个很严重，之后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走路，所以你一定要快去弄了。然后说这样子的开刀怎么做？他说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医生，其实是在台湾的台中。我说真的？他说对，我说我住台湾，刚好，所以我就飞回来台湾去台中，然后那个畜医师帮我开刀。然后有趣的地方是开这个刀是蛮痛的，因为不能有麻醉的。他是完全清醒的状况下，就是他没有麻醉，然后在旁边腰要打一个洞。两个多小时，然后他们就把一个铁的吸管塞进去，到那个你的骨头跟肌肉的中间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开刀，然后你都清醒，也可以看在 monitor 上面。然后就跟他们说，哎，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真的是有问题的，所以你可以帮我拍，我就拍 video。我吃完了。对，哎呀，我说不要吃太多了，你吃完了。如果有一天放在那边。
OK， 你好棒。我蛮谢谢很多医生，然后旭医生，因为那个我有办法再走路啊，谢谢，然后可以拍完爸爸去哪里。好，然后我也谢谢我漂亮很棒的老婆，也带我代班载爸爸去哪里。哇，那你老婆真的很棒。我的老婆真的很棒。